自己的存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好，待会呢，我们复活前夕的弥撒呢就快要开始了。那现在到场的朋友就麻烦你先找个座位啊，先找个座位坐下，然后我们就安静的等待弥撒的开始。那也请大家啊，记得拿起你手边的手机，请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是关机，以免影响礼仪的进行。再来呢，我们今天哦，因为在这边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礼仪当中呢，所有要跪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全体肃立啊，以全体肃立来代替跪。好，那现在哦，现在我们在那个神父的宿舍前面，我们那个我们舞蹈班的班主任周云山在那边哦，他那里有蜡烛，那可以请大家慢慢的去拿个蜡烛，然后在那个水泥地那边静候等待，那待会我们的那个烛光礼就快要开始了。好，可以请大家往那个水泥地那边移动，记得领一个小蜡烛。你有吃东西了吗？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主传话给我说，人子，以色列家族住在自己的国土时，他们的品性和作为玷污了那地方。由于他们在那地方所流的血，也由于他们的偶像玷污了那地方，于是我便在他们身上发泄怒火，把他们分散到异民中间，让他们遍布各地，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加以惩罚。他们到了异民那里，仍然亵渎了我的圣名，因为有人谈到他们，便说，这些人原是上主亚威的子民，但他们却该离开他们的国土。但是我爱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族在异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因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吾主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家族，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
就是你们在义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我要使我的大名显示他的神圣，就是在义民中间被亵渎，就是在你们义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当我在你们身上，在义民眼前显示我的神圣时，义民便要承认我是上主了。吾主上主说，我要把你们从义民中领出，从各地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土。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撒清水，洁净你们，涤除你们的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在你们五内注入一种新的精神，要从你们的肉体内除去那铁石的心，换上一颗血肉的心。我要使我的神进到你们五内，使你们遵从我的法律，恪守我的诫命，并且一一实行。这样你们将安居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的国土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天主。上主的圣言。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有无限的全能，你是永恒的真光，求你仁慈地垂视你的整个教会，
将你的救恩有效地广施给全人类，使不是万民都能看到，跌倒的必将站起，古老的将要革新，破碎的必要接着基督重归完成。他是万物的根源，永生永王。天主在天受光荣，阿门，路亚。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此相遇。祈祷。天主，你以复活之基督的光辉照亮了这得胜之夜，求你在教会内激起义子的精神，使我们洗心革面，好能以纯洁的身心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请坐。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洗而进入耶稣基督内的人，就是在他的死亡中受洗的吗？
我们已经借着洗礼与他同归于死，并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也能度着新生活，就像基督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一样。如果我们经历了他的死亡而跟他结合为一，也要经历他的复活而跟他结合为一，因为我们知道旧的我们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灭，这样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隶了。因为已死的人便摆脱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我们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就再也不会死，死亡再也不能控制他了，因为他死了是为罪而死，一举而尽全功，他活着却是为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就罪方面说，单看自己是死了，但是你们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起立。Oh,
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一周的第一天大清早，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看见那块大石头已经从墓穴口滚开了，就进去，却不见主耶稣的遗体。他们正为这事疑虑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穿着发光的衣服站在他们身边，他们大惊失色，连忙伏伏在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勒亚时，怎样告诉过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才想起了这句话，从坟墓赶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位门徒和其余的人。那些妇女是玛丽德莲及约安娜和雅各的母亲玛丽，以及其余同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都把这些事告诉给宗徒，他们认为妇女们的这些话是无稽之言，不肯相信。伯多却起来跑到坟墓那里，屈身向里张望，只看见了殓部，就回去了，对于所发生的事非常惊奇。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其实我们这个礼仪原则上传统是要在十二点举行的，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第三天，但是我们提早庆祝，因为牧灵的关系，我们早一点举行这个复活节日。昨天我们就纪念了耶稣的苦难，他怎么受苦受难，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很开心，因为耶稣复活了。刚才听到你们唱得很大声，阿肋路亚，很久没有唱阿肋路亚，40天没有唱阿肋路亚。唱阿肋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感谢主，因为主复活了，他再来到我们的心里当中。
他让我们每一个都可以重生。每一年我们庆祝复活的意思是让我们重生。重生意思就是说离开我们旧的那个习惯，那个罪恶的生命，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像耶稣一样死了但是复活。但这个是一个奇迹，奇迹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相信，特别这个一个死的人怎么会复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第一些发现耶稣复活的是什么人，是妇女嘛，妇女要去准备，拿了一些香料到坟墓去，要准备那去磨那个耶稣的尸体，但是看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里面没有人，又看到两个人，没有耶稣的尸体，这两个人就告诉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们怎么样？非常高兴，赶快跑回去告诉宗徒们。宗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妇女们这些话是无稽之言，不肯相信，女人讲的话不可相信，可能这些女人都慌了疯了，希望耶稣复活，所以讲这些话，就是这样的去判断，没那么容易相信，奇迹其实没那么容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奇迹发生？有没有？想一下，哪一件事情是奇迹发生？我记得有一次，做完了9:30的主日弥撒，一个教友年纪比较大，大概80岁，他赶快来跟我说，神父，我的太太她现在在台大医院的家务病房昏迷了，你可以去帮她受洗吗？那我就说，她是不是愿意受洗？有，她以前有跟我说现在昏迷了，赶快神父，马上就要去了，因为那个 ICU 家务病房开始开1:00到1:30。然后说好，我等一下我准备好了，我马上过去。其实这个教友就在想他的太太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要我去给他受洗，我也没有办法问他，因为他昏迷了，所以我就相信这个教友说，他的太太要受洗，愿意受洗，所以我就去，就幸好那个时候可以进去家务病房，就进去马上给他受洗，受洗之后我就回去。一个月后我又看到这个教友，我说，你的太太她过世了吗？他说没有，神父，没有，受洗之后7天后就离开了家务病房，那现在在那个普通病房，现在越来越好了。我说真的是奇迹，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后来过了6个月，他们就来教堂，他的太太
也开始来教堂。那每一次他们开始来教堂，看到我，他太太就跟我说，这个妇女就跟我说，哎，神父，你救了我的命啊。我说我没有，我没有救你的命，你给我受洗，我现在还活着，我活起来了。所以有时候很难想象，哦，我们以为一些事会发生，这个事不可能发生，它就发生，因为上主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想象。上主能够做的不在于我们所想的被限制。耶稣他复活了，没有人想到他会复活。虽然他有讲过，他有讲过三天后我会复活，大家都以为他是疯子，讲这些话不可能，谁会复活？但是这就是奇迹，耶稣复活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天主他是生命之主，他就是要给我们人类新的生命。我们如果相信耶稣，跟着他走，我们的生命也会重生复活。每当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取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在活，耶稣在我们内，他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他一直在跟我们悄悄说话，只要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大声讲话的时候，特别在吵架的时候，是听不到耶稣所讲的话，听不到，因为 只听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想得到的。但是耶稣还在，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真的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要慢慢的、常常的跟耶稣讲话、祈祷，他就会引导我们。那我们每一年这个四旬期的活动，做了一些牺牲，会让我们改变，变成一个新的习惯，旧的习惯都会慢慢放下。这就是奇迹在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跟着他走，我们就会看到。但是如果我们不跟着他走，我们就很难看到，很难体验到奇迹在发生在我们身上。后来伯多跟门徒们有没有相信？有，他们就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跟前，显示给他们知道，给他们看，加强他们的信德。这是第一批的教友，天主教教友，基督徒，他们就到处去宣讲这个福音，连自己的生命都改变了，不是害怕的，不是担心的，是勇敢的，开放的，走出去充满爱的。这就是这个耶稣给他们的力量，给他们的恩宠。当我们跟耶稣在一起，让耶稣在我们内活出来，我们也是会变成勇敢的，变成开放的，变成会宽恕的，接纳我们弟兄姐妹的。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所有的以前的悲伤、
忧虑，这些都会慢慢的被耶稣除掉，让我们得到他的恩宠。所以我们为什么喜乐？因为我们得到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跟着耶稣在一起的，圣神在圣化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的子女。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当中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他们要表达他们相信耶稣，要重生，得到这个新生命，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教会，一起祈祷，一起赞美主，一起在耶稣内生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为他们祈祷。入门圣事，请候洗者和带父母上前。张淑媛、圣明、安妮斯、纪刚廷、圣明、思佳、徐永勤、圣明、陆继雅、赖清峰、圣明、尼格老、陈伟明、圣明、马尔定、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现在请大家为这几位即将受洗的天主的仆人祈祷，恳求全能的天主广施仁慈。天主既召唤了他们，领导他们到达这个时刻，求天主也恩赐他们光明和力量，使他们勇往直前地追随基督，公认教会的信仰，也求天主恩赐他们因圣神而更新。我们就要诚恳地呼求圣神降临到这水上。全体起立。诸圣祷文。天主之母玛利亚。
水。天主，你以无形的能力借盛世的标记产生惊人的功效，你曾以多种方式利用你所创造的水显示洗礼带给人的恩宠。天主，你的圣神在创世之初已运行在大水之上，是大水含有圣化的能力。天主，你曾使灭世的洪水成为圣洗的预象，你用同样的水消灭人的罪恶，恢复人的圣洁。天主，你借红海的水使以色列子民摆脱了法郎的奴役，暗渡红海而不失双足，成为新移民受洗的预象。天主，你的圣子在约旦河的水中接受了洛汉的洗礼和圣神的富有，当他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水和血从他的肋旁一起流出。他复活以后又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去训导万民，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天主，求你仁慈垂施你的教会，给他开启圣洗的水泉，但愿这水由圣神接受你圣子的恩宠，使按照你的肖像所造的人类能由水及圣神涤出罪恶，获得新生。天主，愿圣神的大能借你的圣子充满这个水泉，使所有皆洗礼与基督同死同葬的人也与他一起复活，获得新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下。弃绝罪恶，后习者宣认信仰。弟兄姐妹们，你们弃绝魔鬼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行为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诱惑吗？弃绝。你们信全能的天主圣父创造的天地吗？我们信。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我们信。你们信圣神、圣儿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吗？我们信。圣喜圣事、父洗礼，请代父母以右手按在灵洗者的右肩上。彰
张淑媛、圣明、安妮斯。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纪刚亭圣明思家。思家，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徐永晴圣名陆继雅。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赖清峰圣名尼格老。尼格老，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陈伟明圣名马尔定。马尔定，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寿白衣，小心点。各位新灵洗者，接着洗礼，你们已死于罪恶，获得新生，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你们应穿上这件纯洁的白衣，表示身上穿上基督，成为新人。你们要努力使它保持洁白，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来临的时候，与他共享永生。阿们。受蜡烛。请代父母们逐一上祭台引基督之光。张淑媛圣名安妮斯，代母林月珍。代父母，请前来把基督的光明带给新灵洗的教友。
纪刚亭圣明思家代母廖淑如。徐永晴圣明陆继雅代母王静林。赖清峰圣明尼哥老代父张火成。陈伟明圣明马尔定代父张世杰。各位新灵习者，你们已在基督内成为世界的光，应勉励自己在光明中生活行动，保持信德，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能和天上诸圣共聚天庭。阿们。坚证圣事。亲爱的新教友，你们已接水和圣神在基督内重生，成为基督和他世纪子民的一份子。现在你们还要领受圣神，这降临在我们中间的圣神，曾降临在约旦河受洗的基督身上，并在五旬节由主基督派遣降临到宗徒们身上之后，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又将圣神赐给临洗的人。现在圣神也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更晓得基督能为主的苦难与复活作证，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使命，在信德和爱德中建树基督的奥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向全能的天主父祈祷，祈求他将圣神倾注在这些心灵喜的教友身上，愿圣神以他丰厚的恩宠坚强他们，并且赋予祝圣他们，使他们相思天主子耶稣基督。副首礼。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你以水及圣神使这些子女摆脱罪恶的束缚，重获新生，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孝爱以及敬畏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坚振富有力，请代父母将右手按在他们的右肩上。马尔丁，请接着印记领受天主圣神。
尼格劳，请接着印记领受天主圣神。祝你平安。路基亚，请接着印记领受天恩圣神。祝你平安。施加，请接着印记领受天恩圣神。祝你平安。安妮斯，请接着印记领受天恩圣神。祝你平安。请心灵一起的朋友以及代父母向后转。各位教友，这些新领受的朋友和我们一样，成为天主的子女，在圣身内和我们一起度新生活，让我们赞颂天主赐给他们的伟大救恩，欢迎他们加入教会的大家庭。欢迎，欢迎你们。请心灵使者以及代父母回座。现在我们要先点燃手中的蜡烛，并将基督之光传给其他的人。来，过来这。全体请起立。重宣圣喜事愿。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借逾越的奥期，已在洗礼中与基督一起埋葬，好能与他一起复活，度一个新生活。因此我们度过了40天的斋期之后，要重发临洗时所发的誓愿，就是弃绝魔鬼和他的行为，并要忠诚地侍奉天主，服从教会。所以你们弃绝魔鬼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行为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诱惑吗？弃绝。为了度天主子女自由的生活，你们弃绝罪恶吗？弃绝。你们信
全能的天主圣父创造了天地吗？我们信。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我们信。你们信圣神、圣儿、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生吗？我们信。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以水和圣神使我们再生，并且赦免了我们的罪过，愿他以圣宠祝佑我们，使我们永远做耶稣基督的忠实弟子。阿们。洒圣水。你拿着，跟着我走。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在庆祝他凯旋的 喜乐中，别忘记这是我们将来复活得偿的先生。现在我们向他祈祷，请为世界和平祈祷。天主的国是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民不再整军备战。近来世界各地人祸频传，
特别是乌克兰及俄罗斯的战争，使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因此遭受极大恐惧与伤害。我们诚心的祈求全能仁慈的天主光照净化我们的心灵，认清人受命管理世界是为服务而非为统治。各国领导者当致力于寻求彼此间的和谐。我们同声祈祷。主请为人类的悔改祈祷。黑夜已深，百日将近，所以我们应该抛弃黑暗的行为，领受基督之光，祈求全能的天主引导，坚定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学习放下私利，爱人如己，在不断的省察悔改中走向主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我们同声祈祷。请为刚领受洗礼的兄弟姐妹们祈祷，他们是陈伟明、赖清峰、徐永勤、纪刚廷、张淑媛，求主坚定他们的意志，一生忠诚地跟随基督，并善用所获得的恩宠以培养自己的信德，能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我们同声祈祷。请为堂区患病的兄弟姐妹们祈祷，求主让他们在身体的痛苦中内心得见基督的真光，为他们准备的荣耀，怀着平安及感恩的心走完人生的旅程。我们同声祈祷。至圣圣父，求你垂思所有与你圣子同生同死的信徒，恩赐我们在世不断更新，日后同享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并吹熄手中的蜡烛。为我而生，带我出兵。
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天主，求你收纳我们的祈祷和奉献，使这由意愿凹集而开始的祭祀，靠你的助佑，成为我们永生的神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夜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他以圣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普世万民仰溢着复活的喜乐，永夜欢登，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至圣之夜。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心得的要紧。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这两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苏耀文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当心照我心灵，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送圣体原位置，前面两位，后面有两位。基督圣灵，我们先请心灵洗的教友，基督圣灵，先前往恭领圣体，再请准备好心灵的朋友依序上前恭领圣体以及祝福。请心灵洗的教友先前往恭领圣体。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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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愿主降福您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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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降福您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基督圣体，基督圣体，基督圣体。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
Thank you.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逾越节圣事滋养了我们，求你将圣爱之神行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借你的爱常能和平相处。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复活节快乐。请问今天呢，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呢？有没有？季刚廷的家人都是新朋友，然后我们请他跟我们起立见个面，并且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来来，请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大家好，那个我是钢琴的老公，对，大家好，欢迎钢琴的叔叔，钢琴的婶婶，更正，钢琴老公的叔叔，钢琴老公的堂妹。老公的亲友们，哎，欢迎你们！下次在你们是教友对不对？对哦，你们是哪里的教友？我们是那个新店中华圣母堂太原萨口。欢迎欢迎，远道而来哦，欢迎你们，谢谢。好，那第二点哦，4月28号开始。每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晚上7:30到9:00，邀请李秀华老师带领静默祈祷课程，欢迎大家多多来学习用静祷的方式跟天主亲近。再来，明天早上9:00有复活节弥撒，那弥撒后呢，有福音战士大复活的庆祝活动。第三点，那请大家啊，记得把小蜡烛带回家，这是象征复活后的耶稣，把它带入家庭。那也提醒我们哦，要将基督之光带给更多的人。第四点，待会儿呢，弥撒结束之后，我们在那个神父的宿舍前面那边会有复活蛋，还有玉米啊。让大家吃点心。那这个复活蛋呢，是我们我们先掌声哦，就是谢谢一下我们的煮蛋大队，还有煮玉米大队，哎，很辛苦哦，谢谢他们一下，掌声谢谢。好，那我们今年的复活蛋哦，非常的缤纷，那请大家哦也不用担心，因为那个复活蛋里面呢，它的颜色是用蝶豆花还有栀子花去染色的，天然的。然后它的壳呢，上面是一些可爱的食用色素，所以如果您的手上有沾上一些颜色，因为冰冰箱啦，有沾上一些颜色，不用担心哦。那蛋里面的颜色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玉米呢，请大家一人拿一只，好，一人拿一只，谢谢。好，再接下来哦，接下来那我们今天哦，心灵喜的朋友呢，我们圣堂有准备礼物要送给他们，也请神父啊，请神父来送礼物给我们的新朋友、新的家人。好，那我来唱名。那请您领完礼物之后呢，哎，可以拍个照，然后请在旁边哦等候一下。那我们也请。领完礼物之后，请带父母协助，把他们手上的礼物拿回座位，好，让他们手上没有东西可以站在那里。张淑媛、盛明、安妮斯，掌声鼓励。淑媛哦，来参加读经班已经非常多年了，还是非常好的学生，终于领喜了，谢谢，恭喜淑媛。
来，请淑媛在旁边等一下。暨钢庭盛明思佳，思佳，欢迎钢庭。也希望钢庭的家人们呢，以后可以多多来玩。徐永晴、盛明、陆基亚，陆基亚，欢迎欢迎，欢迎陆基亚。赖清峰、盛明、林格老，林格老没有那么老。陈伟明、盛明、马尔定，马尔定。欢迎伟明，伟明是我们赢家的先生哦，是赢家的先生。哎，我们来照个相嘛，对对，生父给你照张相。那待会带父母呢，我们就弥撒结束之后，哦，过来这里。对对对，弥撒结束就结束了。好，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好，我们请心灵洗者留步，那请带父母回到座位上。好，心灵洗者请留步。那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燕青。来来，首先一下，我们要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团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要先认识他们，然后我们要请他们一个一个来，先自我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徐永晴。就是拍照的那一位是我男朋友，只是因为他们家就是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年底要结婚，然后特别来寿喜。恭喜他们！大家好，我叫季刚婷，然后我已经有。我有两个小朋友，两个儿子，然后他们也在就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受洗，然后加入天主这样子，然后很开心，今天我终于也就是加入天主这样子，对，谢谢大家。所以你们全家也是都是我们大家的大家庭就对了哦，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张淑媛。我因为喜欢听圣经故事，所以跟着我的代母月珍来这里，所以接触了天主。以上。大家好，我叫陈伟明，周赢家是我老婆。那我也是因为他来这边慕道，也应该有一年的时间了啦。那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受洗加入这个天主的大家庭，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赖清峰。那今天参加这个复活节的一个受洗哦，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哦，真的非常感谢。那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陈兄的显抗力，在一年前一领带我到了这个天主堂。十年前我接受过新教的一个洗礼，那我想我也走过很多的辛苦跟一些挫折，但是真的很开心回到了这个大家庭，谢谢。恭喜你们今天新生哈，那因为我们本来是都要切蛋糕，对不对？那疫情的关系，我们这次就没有切蛋糕，但是我们有准备小蛋糕要送他们。但是呢，你们迷你蛋糕这个是对特别准备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唱生日快乐歌，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来一起
跟他们庆生，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小蛋糕，然后请你们回座，谢谢。健康小组报告。神父、修女、各位兄弟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刚刚大家都很欢乐哈、哦，那所以有这个健堂小组的报告呢，好像有一点煞风景。不过呢，我们除了人要更新以外，那事实上我们教堂的建设呢，也需要更新。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呢，我们健堂的一些目前的一些进度，然后呢。我想最重要的呢，当然是说我们的那个经费的状况哈。那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建堂的进度其实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在现在工程能够超前进度的，事实上是很少。所以我们建堂的进度呢，到现在是超前了一点点。那我们相信呢，在今年的九月份应该可以顺利的完工。啊，当然完工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整修，比如说内装啊、庭院的整理啦、啊。那所以我想呢，我们在也许如果我们哪天明年的复活节，如果说天气好，我们可能在这边；那如果天气稍微有点不太好呢，我们还有一个避风的地方哈、哦。这是我们在建堂的进度。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屋顶已经都起来了。所以现在从屋顶呢，等屋瓦盖好了，一直会往下，那可以呢，很快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啊，如果大家白天来的时候，可以稍微往那边看一下，好。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呢，我们这个整个建堂的一个，啊，经费的情形。那我们总体的经费呢，到目前呢，是我们还差了836万。那836万呢、啊？说多也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给分一下，比如说呢，我们在1000万的时候，我们建堂小组有讨论过说，如果我们把它编成一份5万块钱，啊，那800多份的话呢，就大概是不到170份，啊，那有能力的人，你可能可以认得3份、5份，甚至于10份。那你如果说你要认一份，甚至于说我认1/2份、1/4份，我想都可以。这是一种从这种角度来看，其实应该也很容易达得到。那么第二种方式哦，如果有人愿意针对某一部分来做捐赠，比如说哦，我们里面有一个电梯，你说好这个电梯呢，就我来认了，好，或者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些像音响的这些系统，哦，你说啊，音响系统就我来认了，好，所以我想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很好，那以后你对那个东西应该会更有感觉哈、哦，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而且每个人大概会知道说哦，这个电梯是谁认捐的，好，所以如果你想要针对某几项的认捐，那欢迎找云龙，好。你要哪一项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的价钱算出来，那么这一部分呢就算是
李正坚的。好，所以我想经由这种方式呢，我想应该呢就可以更快达到我们的目标。好，所以我今天报告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崇安大哥，谢谢我们建堂小组，真的非常的辛苦，我希望大家掌声来谢谢一下我们的建堂小组，这么多年以来真的很辛苦，那也希望大家给予我们圣堂更多的支持。接下来活动组报告。神父修女，大家刚才已经看到我了，还是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复活节快乐。然后我本来是要放在最后讲的，刚才建堂小组一讲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到第一个先讲的，就是我们的特别奉献。我们的特别奉献还没有写满，赶快加油。然后呢，我们特别奉献如果有剩的，我们全部都会放到我们的建堂基金，所以大家赶快踊跃帮忙填进去，不够写的没关系，云龙那里都有，这个是变第一项了。再来就是我们明天有什么福音战士，好像大家都忘记了，福音战士大复活，所以我们明天是要运动风。运动风的意思就是明天请大家穿，尽量穿运动服。那当然我们明天还有弥撒，所以运动服不要太呛，要符合弥撒的状况。再来，这个是第二点。再来就是什么，我们明天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是有活动，但是我们的活动可能只有到12:30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务必踊跃的参与。好，再来就是我们参与的会有摸奖，摸奖每个人都有，但是等一下以下这个几位比较特别的一定要出席，他们已经上榜有领奖了。来看一下，自己想一下看有没有得奖。雷杰雄，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话明天要记得要出席，大家都会认识你。陈倩、冠宏、佩莹、树梅、彭璇，有没有念错名字的，念错名字要讲一下。昆宪、伟明、秀平、尚谦、郑淑芳、光耀、佑安，这个就已经上榜，明天铁定是要领奖的。那我们呢还有两个奖还没有出炉，就是一个就是减重最多的，一个是减脂最多的，所以明天还要一个活动，就是要量一下体重，之前有量的要注意，可能是就是你哦，要记得哦。那明天要记得什么？要穿什么运动服哈，明天是复活节，大家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复活节活动哦。好，一起来。还有刚才第一个讲的特别奉献，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谢谢。请起立。请大家负手接隆重降福。愿主与你们同在，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接着今天逾越节的隆重典礼降福你们，护佑你们脱离一切罪恶。阿们。愿天主因他独生子的复活恩赐你们长生，永享真福。阿们。你们欢欣庆祝了耶稣复活的良辰，但愿你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参加他天上永福的庆节。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弥撒里程，哈利路亚。